呢晚喝差以盛装出席晚宴活动，好少可见到佢哋三个打扮得咁成熟庄重。不过当佢哋知道香港确诊首宗 H1N1 甲型流感之后，佢哋就表露原形。哎呀，好惊啊！其实你好，我依几日咧系好担心嘅，即系其实咧又日走佢哋两个走咗去打嗰啲流感针啦，买晒消毒碱液啦，口罩。